本身是有握把的。我们这个游戏里面它的这个枪械是会有一些自带的配件的，有的枪。哦，这里577是被天路对连打逮捕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南边啊，堵路。这下只能往近点防区去贴一个残血接住，打一个。哎呦，哎，但是怎么倒了？倒了俩。他自己摔倒了啊？跳车失误吗？哇，他这一下突然变成了一个军事。是的。骄阳正在赶过来，而、啊、这个还好有个棚子。我、哦、应该是变成劣势了，对方是三个人还在场上。他下面的人扶起来了，只剩骄阳过来移。哇，这大树啊！感觉有点再也贴不到近点的样子，不想走不了，不走了。啊！被一换四了。他这波最伤的是什么？好艰难。没车啊。好了，算了、嗯，走了。位置，对他想去牛海平的位置。看一下牛海平能给到多大的压力了。幻神被放倒了，被抽倒了。是的。那不就是更给了 FTY 摁住了。没事。然后另外一边实际上是把怪兽给放倒，在我才是真正的兽爷。切枪效率啊。是的。细节拉满，这样的话既不影响你抽靶的心，又可以换喷子。是，这个时候想进城的队伍得遭点，就得付出点代价。是的，嗯。牛皮现在刚才这个位置没有找到什么机会，他要找一个城里面的突破点。是的。大家现在都一个劲儿往里面猛扎，哎，能爆进去吗？开了，没事。爆一个龙宗拳、啊、还好没有高点枪线能打他们，都能进去 OK 的，抽他们确实。那 TMA 就很高兴， TMA 就想跟你打全面的团。嗯， WCG 要对天霸发起进攻吗？天霸这近点只有两个人，这个马路其实不太好过，队友另外两个队友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这个马路过点。 SMS 扎了这个大肠，下垂被白龙马接一个，再来颗火烧门口进不来，冰枪头，哇塞，755，只剩下波知道，还有 Neo， 对 ，Neo 这个反打太快了。哦，伯良打倒一个，哎呀，被雷放倒了。是的，好像能扶，撞成功了，等于 SMS 成功了，而且一个没掉。这里天梅，哎，真的是就来打全面的团，他就喜欢跟你打全面的团，拉出来，直接爆头 ，Crazy 二被反打，是另外一边幻神和明明的枪线，是双方都有倒地的人啊，没扎到，哎。打了一波倒地的啊，被旁边楠楠打了。是的，楠楠打露露。好，再继续摁周平岩。我、哦、那边 Crazy 112被扶起，摁住了好像。嗯，摁着，牙皮在摁。哇，幻神没有被扶起来。对，他被蓝圈烫了一下。是，近点换小海去点周平岩在头顶。打过了小海。哎呀！哎呦，这对手补枪好快呀，明明。瑶瑶继续拉，甲已经裂了，没有头，他盲射，被闪了一个盲射，死路特将对方击倒，但是只剩下两个人。男，这是明明，他没有打药，瑶瑶没打药，顶住了，顶住了，这边顶住了，都能扶。哇、哦，只是有点惨烈，这波人的头甲基本上被洗了个遍。你看谁来了？十七他来了，他开车过来了。他从城里面拉出来要拿 TMA 的分，好野呀！过来看一下手里的道具，先招呼一波。对方已经把人扶起来了，把药也打上了。Crazy 112和露露顶在前点位置。哎呦，都倒地 ！Crazy 112先把速决给补了。露露这边应该也扶不了，是的，双方打了个一换一，哇，实际打得好主动，过点侧身，李 Ghost， 听到了吗？哦哟，打一个爆头，把幺幺二放倒，再给火，装备可以啊，现在一直把对方往这个低坡去逼。小五弟弟直接穿掉了 TMA， 那下一步呢？
外两兄弟这个时候其实要尝试去给对面 WCG 压力的啊。哦，原点的，嗯，小鬼直接被补了，在山顶的位置，嗯，站得太高啊，高处不胜寒。哎呦，小五这个这一棵树被打啊，被崔娇带走，嗯，这波过点应该很难过了，趴着先混一混。很扛压的，要看崔七今天的发挥的开枪过点，打一个小五。这个时候唐弟弟的药已经打起来，小五会被高低两边夹击，是尽力了，尽力尽大力归宿啊，赶快舔一下十七的，舔一下十七兽的包，里面还有个电脑。但我们再来回转一下，就是他之前的那个决策，你看现在的全形再来回看，对，确实他刚刚可能还没有你往南边去拿分拿得多，他不来这里还真没有分。是的，小鹿那边也被连打带补了，也是进圈的路上。是的，就这边城里面，你城里面他这个地形就是说你没有圈的你就打不了，是你全是满编队，你必须房子在圈，对，不然过点被炸得死死的，而且你隔壁还有邻居。对，开车准备冲一波了 ，FTY all in， 哇塞，王骚骚，城里面就是这样，他疯狂就混就可以了，直接是把怪兽爆头击倒，哎呦，再来一个，这没办法，车都拉不进，真没办法，泡泡直接放倒对方两人，只剩下了许生，城里面是真的没办法。怪兽爬到许生的身边说，你救我一下可能还能打。蓝圈已经来了，基本上没什么机会，打不了了，不给分、嗯、是的，就扶起来不给分，对，扶起来不给分了，基本上对面啊，嗯，哎呀来不及、哎、好像、啊、正好，哎正好，这个对于泡泡来讲有点难受，烦死了、嗯、真的烦死了。反正不都是死吗，对吧，是的。好，这边是 GodV 和 Forever， 哎，双突。哇，这个圈型蓝圈是无情的，主要他北边，你看这几方都夹在这里。DT 来撞了，好，直接去撞 Pero。X Lambda， 过你先打一个，另外一边给个雷 ，AZ 从背后包夹，一记背刺，哎哎，这一波没刺到，哦，马哥哦，马哥说了，这个车我打炸了，兄弟先别去。是的。DT 是跑到了二楼，宁甲是被远处修倒，完美防守住了，旁边还有 SMS 在帮衬着啊。是的 ，CG 跟 Foy 还没打完，这是我们说的真的难冲啊。搞得呗，嗯，来不及打药，这回就来不及打药，正好，哎呦，可以，时间算得很精准，练过了，阿伟练过了，是在拳击馆那次以后他练过了。那出来确实真的难，是的，但没办法啊、嗯、但也混到了两分的排名分，是的，这是 Pero 翻身的机会，嗯，是不是 Pero 总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好的好那么一点，是的，哎，已经到第三了。出人意料还是他雷吗，但即便如此 CTG 还是拿了不少的分，是，哇，一波激烈的交火，狂扫七五五，狂扫七五五，疯狂混烟，捏个雷，一个跳投three， 没崩到，崩歪了。差一次，差一次，林强直接爬上来就不给分，给不了分，很果断。是的，最后的话还是一个四打四啊。是的，来分析一下位置。下来，千万别贪。一丝打下来了，小左补上了伤害。SMS 怎么办呢？近点已经贴过来了 ，SMS、哦、漂亮。七五这个侧身打了一个 AZ， 还有的玩 ，SMS 还能玩。这三打三，对方还有两个人在看近点烤鱼，就也没有急着往前冲。是的，扔一个高抛雷，拉出去，利用雷的震爆让对方听不清。是的，打了一枪，啊，老马这里稳住了吗？没有稳住，一枪啊，就差一枪。高点也有人，高点也有人，小左二打一，打掉七五五以后，看一下高点这里，哇，这雷是真的多呀！是的，小左这边带一把格罗塔拉到围墙，这边队友应该已经爆了，圈子已经爆了位置，八角给火，把他就限制在里，只需要等就可以了，被闪白，看到位置了，锁定，打了一枪，没问题。